来问你，你是做什么代志？无偌回六天孙，这个代志本官拢了解了。王爷，不是你讲多奇的，你做这个代志，你变得太无良心了。公叔，六天孙哦，奇怪嘞，啊，你若害我无死，你敢那就唔甘愿的呢？林则徐啊，你还知你家己的身份以及地位？看起你对我是袂顺眼。好啦，阿玲，我就有话直讲。你遮所有所讲的代志，啊有是安怎？啊无是安怎？有个动都无，无甲伊动作有。你一个破公安，我较好点伫你车，摇来摆去。就能随随而问